又搁伫中华生活美学馆所规划，一集定公所承办的首定艺术节，一集生活斗阵行活动。这边是配合九一一大地震满20周年的纪念活动，为9月21号开始连续两礼拜假日，准备来举办集合真济族群文化的精彩表演，欢迎乡亲小招做伙来欣赏。斗阵围攻戟、斗阵卫星展等等，有很多的这个活动串联。坐著缩小版的高水小火车，中华生活美学馆长以及一日店长等人，摇着火车铃声，豆豆出场，吸引大家眼光。接著这次记者会要带来好消息，宣告为9月21号起，在一日火车站将展开两礼拜、周末四天的精彩艺术盛宴。今天的小镇艺术节非常的精彩哈。那除了我们邀请优质的一些社区跟表演团队来参与之外，那还有这边还特别有安排了一些。巡游演的一些活动，就是安排在集体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景点，安排一些比较活动性质的一些活动，跟民众互动。另外我们今年更大一个特点是说，我们除了主场地的表演之外，我们新增的这个斗阵巡游演的部分哈，我们一路从火车站出发一个是往西的路线哈，直到这个和平社区田园；一个是往东的路线，直到武昌宫哈，都有沿路跟地景跟我们景点结合的这样一个斗阵巡游演，是非常新的创举。除了有关来个社区协会带来精心安排个项表演，也包括个优秀艺文团队准备了个族群的文化表演，43场的演出绝对当好民众不虚出行。我希望配我们在地文化跟社区的一个营造，以及整个母语的一个推广元素的等等的一个介入，让我们积极的乡亲自己来展现。平常努力的一个成果，然后借由92120周年，也让大家看到20年来，就古点多用，我大概看到咱姐姐其他的蜕变。期待说，透过我们彰化生活美学馆的这个它的代表作哈，能够带来我们为集体带来更多的游客，也为我们集体注入。艺术不同的一些文化元素来让我们整个集体能够再浴火重生。这个活动将在一日火车站头前盛大开演，现场邀集婴儿换好礼以及有奖竞答活动，上大奖有电视和电动脚踏车。详细表演行程，民众会当在小镇艺术节的社群网站来查询。记者金山昌报道。